Hello， 各位，欢迎回来 ，I Won't Go Around， 我是你的阿伦哥。今天呢是十万订阅撒币派对啦。其实呢，我本身不是很想要做这个企划，他妈的都是因为你，就是你现在拿着摄影机的啊，人家在妈的整形手术住院的时候说什么要撒币，是不是？这是从你薪水里面扣的哦。好啦，废话不多说，等一下我们就去看看今天的撒币派对怎么样吧。Let's go。好了，各位，喷钱环节开始喽！谢谢各位今天可以参加十万粉丝 party。这个派对呢，你们要感谢的人是谁，你知道吗？戴墨镜这位哥，今天所撒出去的十万呢，都会从他的薪水里面扣除。所以各位不用担心好吗？帅哥，谢谢你，有钱人真好，你知道吗？好了，那第一个环节就是抽抽乐。每个人都可以抽，有带朋友的也可以抽，所以人人都可以得奖。里面最大的奖是多少？现在就不方便透露了。这是我不是，我跟你们讲，我跟你们讲，这个脸就是我心里的 OS。宝马失败的人，不是，因为我现在在喷钱，就是这个脸。陷阱妹 ，trapper 杯，水哦，跟我们的小美女。哎呀，干抽！哇操你妈！你玩很硬耶，我眼睛觉得很痛，你知道吗？恭喜你获得明谢惠顾，哇，多少？那个600块，600块，哇，是不是？你要不要今天回家就开始做 YouTube？ 他超会做效果的，看，很开心，很开心，很开心。请问你想要捅我的哪里？当然是捅鼻子啊！干，我妈的鼻子才刚开完刀哎！哦，1200块，1200，可以对我温柔一点，可以，温柔一点，我不喜欢的感觉，秃头，哇，我感觉到杀气，1200，哇，怎么这个艾伦哥一起喝？可以，谢谢，没有问题。Cheers！ 祝你中大奖。里面是有明确惠顾的，所以600块。他不是很开心，他不是很开心。抽嘴巴。我不想喝，你没有喝。我没有喝。不强迫。女生啊，没有关系。对啊，男的有女粉丝哎。真的。干我这边粉丝。忠实好不好？唯一的。1200。明谢惠顾，明谢1200，看了这么多1200，刚才抽到600了，一定觉得自己很衰，你知道吗？我说真的，帅帅帅，自带酒，然后直接喝了。喝完了，谢惠顾，明谢惠顾，千王什么？两千，自带酒有没有？好爽豪气的人，不要再带喽。不会，谢谢你来。好，我先敬一杯，敬各位大家，谢谢。我跟你讲，你现在整个喝下去，你就中2万。你要不要喝一下？多喝一杯好了。哎，有效，这个有戏哦。我跟你讲，这个有戏。不够，再来。哦哦哦哦！再一杯。好，我再一杯。有。可以。哦。再一杯5000了。先抽抽看。好，先喝。抽中再喝，对，抽中再喝。明谢惠顾，1200啊！1200，不够。你喝了会容易中大奖。对，一杯而已啊。哎呦，600 ，yes， 600，省的，省啊！说点祝福的话才会中大奖。好，祝福的话你先说。艾伦哥哥早日100万订阅，谢谢你，中肯。天灵盖，干我那边最凸惨了。1200，水哦。位置有这里吗？对，有。边边角角，左手了，再就两天地。水哦，干我觉得你们都很有戏，你们可以自己看。天理工，
谢谢老板。按照我德州扑克的分析，现在你有75%的机会会中600。谁有？我这个心理准备就不会失望，你知道吗？你真的是六百，对，六百。谢谢，谢谢。我开车，他不能喝，太客气了。太客气，白兰地哦，这个水哦，水哦，就是水哦，亲一个好了，来，脸颊，脸颊，亲我脸颊，很厉害，600。六百，失望了，600都没声音，600都没声音，我很爽啊，一阵奇迹，我他妈超爽的，你知不知道？干，因为他们都没喝酒，还是你是货，你绝对不会超600，我跟你讲，他如果超600，统神加码，统神说了，我说的600，我就想看什么呀？所以要哎，你加码多少啊？你知道吗？我加码1000，丢我钱出来。加满一下，要上1600，好好哦！来，直接临时活动就是要输赢，猜金额。你猜不是600，我猜600以上都是我中了。哦，你猜不是六百，中的很烂，我猜不是600。我想要猜不是600啊，这个数学机器对我不好。差不多，我看过了。现在50-50，现在50，好，那赛先来。OK， 祝贺，希望你们节目越来越好。谢谢，600哥。600啊！你拿到600，统神给我3000，我多拿1000给你。哦，我是600，他给我3000，我要拿1000。够了。好，600，压力很大。600，这样我还赚。看一下，600哥，我已经看到不是600了。真的吗？600，六百吗？补血加2000，加2000。我们只有在喷钱，没有啊，只有你在喷钱，我没有在喷钱啊，我刚才赚了3000。OK， 啊，再来啊。我跟你们讲，打德州扑克里面最忌讳的就是这种有赌性的人。这是为什么他常常在输钱？德州扑克都是到我口袋里面，你知道吗 ？OK， 好，来啊，输赢多少？我猜不是600，我一样猜不是600。他继续就变高嘛？那你知道我刚输，我让我先猜啊。身为一个专业的投资者。当几率对你不好的时候，你就不要接受别人这个赌注。现在我的盈率只有40%，我们没有必要跟他接受这个3000的赌注，好吗 ？OK， 请抽，谢谢。1200，有没有？等一下，停，我们直接猜金额。停，这边六。你很想要红是不是？我直接跟你赌上了，我们直接猜金额，我猜2000，直接猜最大的。他没有喝酒，600。干！啊，你们要差吗？我们不差了，1200。人家长得很帅，要1200。啊，600，那你要不要补？下一个环节是那个德州扑克的跑马。德州扑克跑马赛，小马跟学玉。有，来先出来，加。你要哪一副？你们选一副，选都可以。他让你就这一副就好。OK， 好，先开一张。先开一张比较有刺激感。好，先开一张。两个一起开，1、2、3。10，好，你们两个一起开这个，来，1、2、3，中7，哇！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你没办法晋级下一轮。Okay, 没问题。那就你先，我先吗？那我喜欢你这一副，先开一张，1、2、3，哇！Q 赔嘞！等一下，再一张啊！三对，8、1、2、3，哇！太扯了吧！太好扯了！先开一张嘛，输赢 Go！ 1、2、3 ，A 喜领先，1、2、3。可惜，十对哎，帮我封箱。哎，他本来如果先开始，你应该先开十对，他计划的，对啊。落后就不是。是，我觉得我们的 show girl 可以转行当发牌员啊。他这个太会发了哦，超多火花哎。偷看咪牌百家乐选手哦。哎呦，十杯带满，有小跟铁的。不是，有算子哦。哇，你剩的机会，西班牙的朋友。Go！ 哇！哇！我今天发出来都是奇牌，好像
有感觉到，都是棋盘。平手，哎呀呀呀！平手怎么办？不累，双发，绝对不会平手的。平手我就直接丢3000，你们直接拿走。哦，2345，平手，2345，平手可以啊。六一对，九一对，三，还要 J 哦，四五六七八五六七七，来哦，一二三七，哇，干 ，J 赢了 ，J 赢了 ，J 赢了 ，J 赢，蓄势待发就不一样，妖精的徒弟，轻松啊，终于换我是吗？我也要把我喷的钱赢回来，你们不要觉得我只是想要来喷钱好吗？等下，来者刺客，你先选，你先选啊，我要这个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好，我们先开一张，一二三，来喽 ，K 牌 ，K 牌有没有？有没有？你选，你选啊，你选啊，我选你的啦，怎么样？笨，哇！种子选手都太废了啦，妈的，种子都是废物，上来就下去了，开心就好，哇！结束，结束。哎，对，还有一张 A， 还有一张绝招，开给他看。弄给他看。你开，我丢20000啊！已经看到了。没有，刚才最扯是33，四强了，四强了，现在出来的都有奖，四强了，那就是小马跟鸡腿。一二三，好像游戏王了。十，十三次。Oh my god！ 一二三。有没开出来？没有。七对。一、二、三。三四。不要选那张了。为什么？我刚才跟他对到眼，那张不好。真的吗？真的。你选那个。哇、哦，撩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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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了。哦。六。十还赢。99KJ10 又3000，最终 Let's go Let's go， 你就开你自己的不就好了 ？Let's go， 一、二、三，八还可以，八可以，八可以，你再赢不要干了。一、二、三 ，Yes Yes， 加3000，9000呢？我这好像是我在喷的，你在喷啊？小马跟俊宗，一二三，七七，哦，他 free roll 他哎，一二三，哇，二五五对，五对五对，加3000，12000，今天好像是我的十万粉丝，谢谢啊，你红了，那。俊宗，有没有要跟 Alan PK？ 5000是？5000没问题。你要赌10000也可以啊，因为反正我刚才已经12000了嘛，这个环节你知道吗？我愿意给俊宗这5000块，没关系，我不想要多输3000。一张六，6结束。6666。丢！哇！三对，一二三 ，QQ， 赢了。恭喜俊宗获得15000块！15000块，俊宗，恭喜俊宗，耶！谢谢谢谢谢谢俊宗。所以现在我们要来摸彩环节了。今天所有人都有投奖嘛，都有抽奖。那今天要感谢 Orion 刚刚我说的法拉热情赞助，他有提供10000块的礼券，你们抽中的话就可以去上面购买你们喜欢的法拉或是洗发用品。还是要再三声明，这是一家台湾本土制造的 ，Made in Taiwan， 所以要支持一下。然后当然还有红包啦，第一名有5000、3000、2000，希望你们中奖哦。Let's go， 抽起来各位。抽起来。那我们当然是请我抽吗？对啊，请 Show Girl 来抽啦。会不会抽到自己？抽自己。现在是先抽。现在是先抽 Orion 礼券，直接抽10个出来。直接抽10个。
哎，两千哦，抽红包环节来了，两千，三六八，你就喊，你就喊，三六八，哇、哦，三六八是，对哦，可以搭高铁回去，耶、yeah ，下一位，三六七，来了，又要喝一下，我想喝一下。你要的、啊，我那个出台费20000，好狂，我走，你知道吗？5000哦，今天最大奖，六九，357，哇，太酷了！谢谢大家。看一下失落的修哥，现在就是因为都结束了嘛，抽奖结束了，我这边帮他加嘛，就是你们每一个人可以挑一个游戏，比如说50-15啊，或者是刚跑马都可以，每个人挑一个游戏。是啊，你们听到了？听到了。他说我这边帮他加嘛，他的意思就是说他从他自己的心思里面控。没关系，他这边钱，他这边钱有在我这边。不是台湾犬啊，本来啊，台湾犬从这边开始是。台湾犬可以掰吗？你们都不知道，虽然我看起来这么 A B C， 但我滑拳超强的，帮我拍起来。第一位谁要先上？你要台湾犬啊，台湾犬。五十四五，数字选了吗？那规则是赢两拳，两拳嘛，然后重复的是三拳嘛。对对对对对，好啊。拍好，先喽，五十五超强，十五，我下，下，牛逼，下一个，剪刀石头布，谢谢，下一个，三两千，最后一个猜拳，三战两胜，好不好？三战两胜吗？三两胜，确定哈？确定，剪刀石头布，布。我们这边真的超顺，跑马可以，跑马，好吗？好，请先选，你先开，你先开，你都先开。葫芦没有，准备，我需要四。你只有四。不，我黑桃什么？我只有四。黑桃，拜拜。对，这样子。恭喜！你要玩什么？玩澳马还有跑马？哎，不是郑州跑马。可不可以？从三张开始跑，我觉得好，可以。那我们是四张，不是吧？五发，你要装张 K？ 不要。你要一张 K？ 不要。跑马失败。好，谢谢。Jack。哎，关节小号。八九十 J 六哎。对。你帮我拍清楚，我只赢他一个六了。不是，我帮我拍清楚。那有加两千吗？这样都可以输。很好，终于有个勇者了。15，破了。好，15，15，五，五，太快了！1、2、3、4，海带，这样是 OK 的吗？他们讲是用火花圈做。可以，我要把修哥放在封面上，你知道吗？你要玩什么？你选啊。我只玩比大小。比大小，好，可以。可以女生跟他比大小，排队不是，排队被他拿走了，刚排队在我手上的，现在排队被他拿走了。被谁会看片？两张吧。对，你们说的对，女生拿三张。比小啊，你都选。比小吗？好，你选三张。没有三张。哥，你只有 chop 的机会了。哎，他三张都比你小。三倍，耶耶。
个。谢谢。好了，各位，今天的傻逼派对就到这边结束了。今天摸彩要感谢 Orient 热情赞助。Orient 是一个台湾自创的法拉品牌，有兴趣的朋友们可以去买一下。有擦不会秃头，因为我以前就是擦什么才秃头的。那今天这个 KTV 高级的场所呢，是在信义的 Single， 是一家在信义区刚开集非常高级的 KTV。如果你在这边订包厢的话，你应该把妹会非常容易把到，因为就你们看到的场所非常的屌啊。好啦，那今天特别感谢 Single 的热情赞助。看一下这个王八蛋，喷了10万出去没关系，因为重点还是要跟粉丝有互动，要回馈粉丝们。所以有在看我影片的朋友们，记得帮我订阅。然后如果我在2020年12月31号有达到50万订阅的话，我就会喷100万给你。100万哦！所以哦，喜欢影片的朋友们，别忘了帮我按赞、分享、留言跟订阅哦。我们过几天再见，拜拜。